我系一位啱啱步入30嘅魔法师，呢啲年嚟我疯狂咁研究呢个炼金术，探求愚蠢嘅人类啊，不曾到达嘅领域，但系我就交唔到女朋友啊！唔紧要，女朋友嘅话自己练成就好啦。某个漫画入面有提及到啊，所谓嘅人体练成啊，但系好快咁我就发现咗佢哋嘅错误。人体炼成先唔系啲咩水、碳、氨啊、石灰、磷、盐等等复杂嘅嘢，只需要糖香料同埋美好嘅味道就可以啦。好啦，今集嚟玩个新游戏啊，新系列啊，呢只叫做魔物粮嘅一只游戏啊。咁啊，唔好问我点解要玩新系列，要问就问只龙珠啊，佢唔肯俾我玩啊，唯有玩过其他游戏啦。就咁啦，开始啊！你就系召唤我嘅人吗 ？Mimi 啊，个骷髅骨，得翻棚骨，姑且算系啦，居然系一架骷髅啊！果然关键都系喺呢个化学物 X 啊！我从异世界嘅洪流中感到你对我嘅爱意啊，回应咗你嘅召唤啊，但系肉体构成仲唔系好完整啊！但你根本就是一架骷髅吧？如果用心培养我的话，我相信一定会慢慢咁成长起来啊！好啦，既然已经召唤出嚟啦，叫翻都唔系办法。呢只 game 就系咁玩啦啊！自己养一只啊，魔物粮出嚟啊！睇先，解锁啊！即其实都几多下嘅。即都有22只魔物粮，系啦，阴功啊！依家得棚骨，同阿文西相处一段时间啊，感觉同主人嘅关系依然有啲距离感啊。想同阿文西一齐从事一啲活动啊，虽然我对外表唔系好有自信，一齐购物，一齐用餐，用餐啊！我想睇下你点食嘢啊！一齐用餐啦，有啲浪漫。虽然我仲未有消化器官啊，我睇你可以食啲咩？用餐啊嘛，用餐过程咧，咁讲你啦。嗰啲唔知系咪史莱姆定系唔知乜 Q 嘢嚟？打只先得个一经验啊。所以出门之后，我又发现啊，呢个时代中啊，身材瘦弱嘅女生似乎比较受欢迎啊。系啊，你够晒瘦添啦你。最近我有个朋友有啲困扰啊，佢唔知道佢心上人中意啲咩体型啊，想请教阿文西嘅意见。但系你有朋友嘛？我不禁喺呢个心中问道啊。主人中意边一个类型嘅女生咧？真系只系帮朋友问啊，参考一下。纤细修长，肉感。冇中间拣啦。整个肉感试下先，我食我身上冇咩肉咧。咪咪嘅表情啊，睇起嚟有点落寞啊。啊唔系，我只系我嘅朋友冇咩肉啊。你就承认系你啦。继续劈怪啦，继续劈史莱姆啦。文西，我上次嗰位朋友又碰到咗一啲问题，想请你帮忙解惑。请讲，内在都相当重要咧。文西中意系边种类型嘅女性，即系参考啫，即系唔好感觉到压力。我觉得你都系入土为安啊！入土为安咩的？文西认真噶嘛？讲笑咋？虽然睇唔到咪咪嘅表情，但隐约觉得佢好生气啊！我觉得我哋相处嘅程度似乎冇咁好啊！你冇办法啦，你成个骷髅骨咁系咪先？正如好似宠物小精灵咁，你冇理由叫条鲤鱼龙去呢个平原度奔跑系咪先啊？你会唔会叫个小拳石奔向大海啊？系咪先？咁你成个骷髅骨咁，我叫你入土为安都只不过系帮你拣个适合嘅地方啫，系咪先？绝对冇啲咩特别嘅意思啊！
哎，嗱，快要升级啦，最后一只。哦，进化！我靠，咪咪，咪咪你变，居然真系死咗嘛？就结果嚟讲，算系生咗啲肉出嚟。哇！我推开咗爬过嚟嘅咪咪，咪咪似乎冇咩自我意识啊！呢个阶段要好好咁看管先得。Holy shit！ 你啊真系唔知变只乜 Q 出嚟。哦，同埋佢仲有啲简介睇喎，原来虽然只有一副骨架，但系对主人充满咗满满嘅爱意啊！总系偷偷咁观察主人嘅喜好啊！系一位娇羞又冇自信嘅小女孩。边度似女孩咧？除咗佢头上面戴个蝴蝶结之外啊，我睇唔到佢边度似女孩喎。愿望系将来希望可以成为主人喜欢嘅女生类型啊。传说骷髅系某种特殊生物死咗之后复活嘅最初姿态啊。初始嘅骷髅最后究竟会进化成乜嘢嘅传说生物咧？我中意主人。等我睇下我进咗嗰只咩咧？腐尸啊！似乎喺前一个阶段被主人伤透了心。导致负面情绪累积过多，进化嗰阵时被太多负面情绪影响而转黑暗系，而往黑暗系发展啊！除咗食生肉嘅本能之外，毫无自己嘅意识，半死半活嘅一种生物啊，冇意识同灵智啊，需要经常待喺嗰个土入面嚟保持身体唔腐烂。我咧，我错，我唔应该 hurt 佢嘅。都是自己攞嚟嘅，自作自受。唉，最近咪咪嘅腐肉好似有成长嘅趋势啦，外露嘅骨头都渐渐被包覆啊。如果将腐烂嘅肉清理掉，应该会成长得更快吧。我捉住咪咪开始咗清理作业。会痛吗？忍下啦，总之就将溃烂嘅地方清洗干净吧。自从上次清理咗之后啊，肉体生成嘅速度啊增加咗唔少啊，但好容易一唔小心就开始腐烂。听讲隔篱村啊镇有个传闻啊，就系用少女嘅鲜血沐浴可以停止衰老啊，你估吸血鬼啊？但是少女的鲜血都太啊，先用魔物的血取代。我将咪咪浸入魔物的血池入面。哇，貌似几 happy 喎嘅，睇嚟好舒服啊，或者真的有效，话唔定。白痴啊真系。老实讲，我情愿养隔篱嗰两只史莱姆好过，两只史莱姆睇起嚟仲得意啲。哇，主人，你头先讲嘢啦吗？主人，经历咗咁一段时间嘅努力，睇嚟系冇白费到啊！终于有翻啲人性啦。只要令身体慢慢成长落去，完美女友嘅大业就不远啊！系嘛？系好啊！依家腐尸会唔会迟下升级变丧尸啊？或者变僵尸的，希望佢唔好变个木乃伊出嚟啦，包到成身都系啲绷带，到时攞你翻嚟都唔知做乜嘢咯，可能到时就真系去厕所先有用啊！你攞嗰啲绷带嚟当厕纸用啊！就剩一只啦，求其出咗只，喂打佢啦喂，打佢乖女，食木女。唉，果然系真系变咗做丧尸，估到啦！经过一番折腾之后，终于生到依家咁样嘅程度啊！主人肚饿，食史莱姆啦。虽然外表改变咗唔少啊，行为似乎冇变啊。主人好饿，虽然系丧尸啊，但系咁样难免会令人有啲心疼啊。仲要着住件水手服之类嘅，唉，系我睇下先，
虽然依然都仲系食生肉啊，但各方面都已经有咗成长，外表都变到好似女孩子啊，零至稍有增长啊，个性都往女性化发展啊，但系仲系处于呢个懵懂阶段啊。传说丧尸系由呢个海地巫毒教嘅巫师施法形成啊，并听命于巫师啊，作为呢个奴隶啊，永远帮主人工作啊，中意食人肉啊，具有呢个传染性啊，被丧尸攻击者亦都可能变成丧尸啊。你好食吗？咁危险，养只咁危险嘅嘢，好似好咩啊？好似摆个计时炸弹喺自己身边咁啊，随时，因为佢会唔会随时噬我啊？唉，屋企最近嘅开销真系大啊！我感叹咁讲啊。虽然有着女孩子可爱嘅外表啊，但似乎系同丧尸一样嘅习性啊。只系对动物体同头脑好有反应。我望向阿咪咪啊，佢正肢体有啲唔协调咁喺屋企行紧啊，似乎喺度做紧啲咩？呢种阴岔路嘅情节啊，竟然都令我睇习惯。阴屎路系嘛？谂住讲习惯真系可怕。其实佢打怪嗰度都几得意嘅，个动作你睇。等我帮你暂停一下。最近叫阿咪咪已经有反应啦，但系见到佢走过嚟都系会有莫名嘅压力。你真系认得出我吗？主人，主人，冇事啊，冇事啊，只系想叫下啫。冇选项拣添咯，呢个直情。好食，咪咪喺度啃住呢个魔族血肉嘅，蓝蓝的雪啊！最近咪咪肢体已经唔再咁僵硬啦，神态都好似已经系似个女孩子啦，剩低嘅伤口都似乎已经渐渐咁愈合咗啊！但系一直啃住魔族嘅血肉啊，唔知道进化会唔会有问题？有咩？伤口都系仲系咁啊，冇变到啊！哦，最后一只啦，进化可以。我靠，乜鬼嘢啊？讨厌，点解咁多毛嘅？咁嘅样子俾主人睇到啦。我靠，多毛，虽然有啲意外，但系进化结构比预期要好啊。由于好奇心驱使啊，姑且问一下你嘅胸同下体嘅。唔系喎，你个胸同下体嘅系体毛啊，定系造型内衣裤？讨厌嘅内衣裤咧，点可能骨变得生毛啊？我靠，有传说中嘅狼女啊，你应该系传说中嘅兽人之类嘅，系嘛？我仲有再进啊，1000斤，我靠，有排打！我原来系猿人。哇哦！天真浪漫嘅女孩，除咗呢个毛有啲多之外咧，已经具有完整嘅人形啦，中意着可爱嘅漂亮嘅衣服啊，努力想成为主人梦想中嘅样子啊，最中意食嘅嘢就系香蕉啊，最中意食蕉。真系，猿人通常居住喺天然冻穴啊，识得用呢个打制石器啊所制作同使用嘅工具复杂多样化，以呢个采集渔猎为生啊。懂熟肉同埋用火御敌，嚟个香蕉全餐吧！我靠，最中意食蕉啊！依家只咪咪好似恐怖化咗好多，你睇依家佢打怪，个样几凶残。我情愿要翻佢前一个形态。主人中意香蕉料理吗？讨厌，点解咁多毛？其实我可以帮你睇啊，你唔介意嘅话。深夜里喺呢个工坊听到一啲声音啊，我拖住有啲疲倦嘅身子，鼓起勇气啊，探了过去，见到咪咪企喺呢个书架前面，好似揾紧啲咩咁。咪咪，阿咪咪，阿咪咪啊，俾我吓亲啊！做人做咩啊？今次啦，喺度揾紧啲咩吗？
冇啊，徐毛书咩绝对冇揾紧啊！徐毛啊，我真系冇啲咩资讯啊，难怪我揾唔到啦。啊，唔系我冇揾阿毛啊，你使乜揾徐毛书啫？你揾苏跑咪得咯，或者揾啲剃须刀啊，啊，揾徐毛书做乜鬼嘢啫？总觉得身上有啲松弛啊！哇，你边个地方松弛啊？你要变到紧实都唔系冇办法，只能有呢方面嘅药水吗？咪咪哦，西刀唔系咁简单嘅，想要得到啲咩就要必须付出一啲代价。咁主人要我做咩先能俾我呢？嘿嘿，家务妈料理定系啊？啊，都唔系啲咁复杂嘅嘢，想要变得紧实就多啲运动锻炼一下肌肉就好啦。主人真系无聊啊！主人，点样？寻日我喺呢个画后面发现一把锁匙啊，似乎同主人床头柜嘅夹板中嘅小盒子吻合，我就将佢打开咗。等等，咁复杂嘅程序你点解开啊？嗰个唔重要啊，重点系主人嘅小黄书中嘅裸体围裙，你见到啦？咪咪啊，好害羞咁啊，点一点头啊？我想要实现主人嘅愿望，可以买一条围裙俾我吗？虽然觉得有啲羞耻啊，但系下一阶进化似乎就变成人类啦，就买一件俾佢啦。Willy， 裸体围裙 ，Willy。哦，九九九，最后一只啦！进化，进化啦！哇靠！文西，文西啊！等等，你系边个啊？讨厌，唔开心啊，系我啊！你唔记得我啦嘛？哇靠！系光果丛林嘅野蛮猩猩王吗？文西真系啊，做我呢种玩笑，我要生气啦！虽然我冇喺度开玩笑啊，为咗生命安全，我觉得都系保持沉默就好。What？ 乜搞到成身都系毛啊？佢居然仲真系着住件裸体围裙喎！星星，外表粗犷，内心意外。的女性化立志成为主人的贤惠妻子啊！平常最中意做各种料理俾主人补身体，对主人嘅照顾无微不至，对自己嘅外表非常有自信。但星星系最纯粹嘅素食动物啊！佢哋嘅主要食物系果实啊、叶子同埋根。我真系完美，够晒有安全感啊！见到你嘅外形，好俊唔俊？进咗只孙悟空出嚟啊！进咗大圣爷啊！啊噶！我接受唔到呢个事实。睇下我呢个傲人嘅魔鬼身材，的确系魔鬼身材啊！仲魔鬼般嘅面孔添啊！你文西明明系你最中意嘅裸体围裙，我哋生活一段时间啊，点解文西一啲都冇掂过我？要讲点解嘅话，大概就系我珍惜生命吧。我知道啦，文西一定系相当珍惜我。虽然都系灵长类啊，但系有啲唔能够做嘅事情都系唔能够做啊。主人真系又幽默又害羞，最中意你呢点啦。有冇人可以救下我？紧实啊，超紧实。我肌肤简直无可挑剔，文西觉得点样？我觉得你肌肉好结实，系咪啊？果然付出都系有回顾嘅。当初主人叫我多多运动啊，依家先有如此傲人嘅魔鬼身材，魔鬼嘅肌肉同魔鬼嘅面蛋啊！唔系，就生物学嘅观点上睇嚟啊，就只系一只着住围裙嘅变态猩猩啊！主人实在太被动啦，我唔主动啲唔得。主动咩？具体上需要我做啲咩呢？
多手亲嘴拥抱之类吧。你确定要拥抱？神经坏死，灵魂红级啊，全身粉碎性骨折，拣得过吗？我决定咗啦。决定咗。我咁完美，应该话系最终进化体啦。就以肉体嘅强度嚟讲，我现只能结婚啦吧，结婚。亲咩？拖手亲嘴拥抱嗰啲算唔算咧？睇主人思考咗咁耐啊，我知道对你嚟讲嗰啲都系太多余啊。果然直接结婚啊，直接嘅婚姻系正义啊，先系正义。但系主人唔使担心，浅会场日期我都会准备好嘅，等着我嘅好消息就好啦。原来似乎向不可收拾嘅情况发展啊！多谢大家，我结婚啦，喺生命嘅威胁下结婚咗。咁上晚，我除咗害怕同恐惧之外，已经冇任何嘅想法啦。我真心期望啊，夜晚唔好到来啊，并唔系因为我怕黑啊，我害怕嘅系唔够黑啊。快乐嘅新婚生活啊，并冇持续太久啊。唔系，从一开始我就冇快乐过啊。明明人缘嘅时候状态仲非常良好，点解会变成咁嘅呢？总之我已经谂好啦。离开吧，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。